所以前年咱还未了，为什么欲得轮回太久啊？哦，咱一世人所欠的啊，你看都爱几世人来害，还未了啦。所以今嘛，甲咱大顿教法门，何你有法度为凡夫直接修加分，唔免讲一站一站来有那背。你今嘛背吼背负，你背还未一站，一世人已经过去啊。啊，佫来咧，佫来佫未好啊啦。哪有法度讲哦，遮好的修道环境？哦，无啊，已经没了。那这么好的修道环境，怎么不把握呢？哦，又不很困难。哦，只要把万念放下，日常生活之中，请佛性当家，卖好六根当家了。哎，六根都被给人害，一六道轮回。哦，伊爱看、爱听、爱闻、爱吃，哦，爱摸、爱身躯，哦，享受，啊，爱意念，哦，胡思乱想，多一项是好事。拢要甲咱带去六道轮回，啊，咱哪会遐乖？拢听伊的话，啊，迄佛性甲咱讲，哦，这拢未作业的，咱哪会拢无爱哦去做？拢无爱听佛性的哦智慧，所以为什么爱研究？就是吃啦，研究讲请佛性出来做主，哦，请佛性啊吼，甲咱带生活。咱的视听言动，所有日常生活，拢佛性的智慧，哪有业？啊，无业就免受苦啊，解脱啦。